各位同学，大家晚安。看大家拢有无精打采哈，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出你们的战斗力怎样了。老师背负着发烧的状态来跟各位教学哈，那大家要有气力的熬过这3个小时哈。我儿子哦，前几天莫名其妙给我发烧。39度C 哈，连续高烧2天哈，那不幸老师昨天也中标了哈，稍微有点发烧哈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有体力可以教下去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晚安。昨天老师去高雄，去屏东，各位知道慈惠吧？好，慈惠。早上一班，下午一班总复习，好、哦，那人都还蛮多的哈、哦。跟他们说早安、午安，大家都很有气力哈、哦。那感觉上他们应该都很有准备哈、哦。那不知道各位准备的怎样？大家晚安。好了，完胜啊哈、哦。好，各位有看过？有一些好像听说有一些没有上过老师的正课班嘛。好、哦，没有上过举手一下。啊，有几位同学哈、哦、，OK，没关系，好、哦，老师叫金龙老师哦，就不用再多介绍了哈、哦，因为我们今天3个小时的时间要把微生物及免疫学给它溜完哈、哦。为什么说溜完？正常来说，微生物及免疫哈、哦、这2个学科一般大概1年到2年要把它上完，但是我们要3个小时内把所有的重点哈、哦、稍微。overview 一下，好、哦，那其实来上这个课哈、哦，如果上过老师的课，应该都知道，你要把5个字给带回去，没有上过课的一样哦，要把这5个字带回去，啊，哪5个字啊？第一个字，勤，坐。考古题，OK，这5个字一定要带回去。好、哦，如果没上过老师的课，你今天只要记得这5个字就可以了。啊，其他的看课本。好、哦，这5个字非常的重要。OK，好、哦，你如果没有做考古题，你永远哈、哦，永远几乎很难。录取你的证照考试，好，那各位应该也知道，一年有2次的机会，好，有一次我准备研究所考试的时候，期中考，应该是期末考，有一个学科很重，三学分意思就是，一个礼拜有3堂课嘛，哈，那时候要准备期末考，啊，期中考又考不是很好，所以一定要拼期末考，好，那时候期末考我们考试不是选择题。作文答题，好，而且全部都英文出题，我就问我学长说，学长，救救我，我准备这个考试，期中考考不好，期末考要怎么准备？他就拍拍我的肩膀，指挥了我一句话，好科目，值得一修再修，啊、哦，千万不要一考再考，知道吗？啊、哦，你们。7月份剩下25天就要考试了，应该知道吧？好、哦，剩下25天，你这个时间呢，不要傻傻的去看讲义，还有课本，你就是多做考古题，OK？好、哦，从做考古题的过程中帮助你的记忆，好、哦。那尤其7月份的考试啦，录取率是比较高的，大概有50%左右，40到50左右啦。啊，那2月份比较困难，啊，那有没有同学要拼明年2月的也是可以，好，那50%的概念是什么？你看看你的左边，你看看你的右边，你就只要干掉一个人就可以了，好，你就录取了，好，就是这种概念，很简单，好，各位，我们翻开我们的总复习的讲义，好，我们微免。微生物及免疫学，哈、哦，
你要先有个大概的概念，微生物跟免疫学，微生物为什么跟免疫学混在一起？各位有没有印象？微生物有哪四大类？第一个叫什么？细菌、细菌。第二类叫什么？病毒。OK，第三类叫什么？真菌。第四类叫什么？寄生虫。OK，这个是因果循环的因。OK，有这些四大类的微生物的感染，人体才会产生免疫反应。第一道叫先天性免疫。OK，这是非专一性的免疫系统。OK，那这非专一的免疫系统包含了哪一些？你的皮肤、你的眼泪，啊，这些都有一些溶菌酶，好，可以帮助清除这些非所有的微生物的感染。胃酸也是。OK，那考试不会考你这么简单的东西，哈。先天性就是代表它进行一个非专一的免疫反应。那在专一性的免疫反应呢，叫后天性的免疫反应。OK，那它是具有专一性。你就记得两个主角，一个叫什么？B 细胞跟 T 细胞。OK，好，两大主角，这样同整。结合起来就是微生物及免疫学。OK，好，那当然今天上课的重点呢，就会依据每一类常考的细菌啊、病毒啊、真菌这些再去做介绍。好，那没上过老师的课，这边要跟你们讲，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这个微免是在哪一个科目里面？基础医学科。OK，基础医学科里面总共考了四大科，对不对？嗯，是吗？五大科，哈、哦，不要傻傻的被老师骗哈、哦。总共五大科，微免在第五大科里面，总共考几题，知道吧？昨天去，真的有点沮丧。我就问学生说：“你知道你们这个考几题吗？”没有人答得出来，哦，只有几个人答得出来。你们知道吧？一科有几题？80题啊！OK，任何的考试哈，都是有技巧，你一定要先剖析一下你要考什么东西。哦，不要傻傻一直在那边念书，OK，一直念一直念，一定会忘记，哈、哦，除非你有一个无敌的运算电脑记忆力，哈、哦，微免里面80题里面占了几题？80除以5等于几题？16题。你只要拿到考卷，哈、哦，先看，只要是微免。是在65到80题，这些都是微免，所以总共考16题，OK，占的几分？100分除以5等于20分，好、哦，所以微免这么多东西，我们要准备这么久，结果它只有占20分，好、哦，所以它有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不敷使用成本，好、哦，CP 值太低了，好、哦，那不过没关系。重点，我们今天当然借由这堂课，可以将各位好、哦、把所有的重点好、哦、review 给各位一下好、哦。总共16题，怎么配分？第一堂课正课老师都有讲过，细菌学大概占了4题左右，病毒4题，寄生虫跟真菌1到2题，免疫。大概占了7题，
大概这样的配分。为什么要知道这个？